天的如皋龙游湖，明天的教育水会源。如皋，长江明珠，长绿宝土，长寿古意。龙游，如皋胜景，教育圣地，人才摇篮。北外附属如皋龙游湖外国语学校，临湖而成，建新学，立新风，育新人。来这里，走更远，我们带你走进童话般的读书乐园，助你登上神话般的世界舞台。在这里，童年是快乐，青春是理想，我们伴你掌握人文、科学、艺术殿堂的三把钥匙，我们帮你打开心灵、智慧、世界舞台的三扇大门，用钥匙探寻知识，寻求真理，美化心灵，进大门，造福社会，贡献能量，走向国际。学而思之，方得学问高水平，思而悟之，方得人生高境界。这是一方滋润心灵的教育水会源，一座创造未来的智慧梦工厂。在这里，教育是生长、进步及成功。我们让每位老师成为优秀的父母，让每位父母成为优秀的老师，让孩子在美好的教育环境中感受生长的快乐，让父母在美好的教育体验中享受家庭的温暖，让老师在美好的教育工作中感动生命的成长。在这里，学校不只是知识的积累，更是构筑在知识上的愿景。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人文教育影响明天的社会文明，我们期待用今天的科技艺术塑造明天的社会栋梁，我们创造今朝的教育芬芳，迎接明天的幸福安康。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，来这里，走更远。北外如皋，使你更高更强，未来世界，尽你自由翱翔。